不是说这边先开始吗？没有，没有。欢迎大家收看，现在才知道，这都是你开场啊。今天这个屌哥，怎么样？不能我就玩一下啊？可以啊。那你动我干嘛？我不能看你啊。可以啊，可以啊，多看一点嘛。欣姐，那个六探发生一些技术性问题，所以他的痔疮又再次爆破，他会迟到一下下，所以可能会迟到很久啊。先由我开场，虽然说是个小的手术，但是其实还是要两个小时。这样有没有版权问题？好，然后那个我买新监狱，他们叫我在节目上面入魂，真的假的啊？你看你在外面玩成那样子，没有没有，我刚玩是我自己的啊。然后你知道监狱界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要入魂。知道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录过啊。然后如果你三次失败的话，就要减嘛，半价卖掉。没有，我们那天说直接减掉了。剪掉没有杀伤力啊，剪掉可以再换线啊。哦，是啊。对啊，要半价卖掉这样。哦啊，可是如果没有人要买嘞。那就自己留着。所以我现在我要来入魂，好啊，入毫无意义。好，我要还是你现在要先入猪？我要早就已经。我有看过哦，好吧。哎呀，想干嘛？好，我来入啊，我要欧洲一周入魂，可以快点吗？三次机会。你等一下，你要先跟大家解释欧洲一周。欧洲一周就是先到这边，然后再戳进来，然后再到这边，再戳进来，然后再到这边，然后再戳进来。真的假的？失败就要半价卖掉。OK， 好紧张哦。如果失败两次的话，我想要换简单一点的。来啊！没有，没有这种事。哇哇！没关系，还有两次机会。第二次卖三分之一了。没有关系。好，换别的方式入。你也会怕？我会怕。卖三分之二了，我才刚拿到啊，我第一天拿到。没办法，你刚刚已经开始讲了啦。超美啊，纯白的。母羊座是没有在那边退缩的啦。母羊座没人退缩的啦，反正半价卖，我看应该也没人买吧。三分之二卖掉了。这一支四万呐，好不好？买了，是四万。买那个，卖！等一下，不是，等一下，哦，好便宜哦，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哦，等一下，如果真的没有，我们就剪断哦，就算你重新绑，我也爽，剪断，而且重点是剪这里，你剪得掉就 OK， 剪得坏掉，剪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没有，我是你，我要先熟一下，因为我的剑跟这个剑差很多，没有，咱们差很多都一样，差很多，这每次都差很多，快点，这一次我可以换简单一点的题目，你手在抖，你说，环游半周吗？日本一周，日本一周是怎么样？就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再插，也 OK 啦，这样比较简单，这个不要对我那么苛刻。等一下，吓死我了！好，入魂完成，入魂完成，好，入魂完成就可以失败了，再让我尝试一次欧洲一周。好啊，你黑九，黑九个屁呀！黑九，黑九，没了，再次，你算了吧你，没有了，哇，你好几次呢！好了，节目三个小时，你就这样慢慢玩就好了。结束，好，来，我们看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分享大家连假过得如何？有什么新鲜事吗？没有。好，下一个，聊聊大家对儿童节印象。没有，太久远了。好，下一个，粉丝热情提供热狗，就像这样做，我们看一下影片。好，影片啊，以为我在开玩笑吗？对，我真的在开玩笑。好了，我们要聊一下。我在开玩笑，他耳机里面说，我以为你在开玩笑。好了，年假应该是要问那些上海要上班的人，他们有什么新鲜事吧？年假要问那些有放假的人吧，我根本就没放到。我也没放啊。Everyday work。有什么新鲜事？没有，就是每天路上都没有车，爽啊！这样没了，就完了。是有差吗？我没有车。有啊，因为我开车可以开超快。路上应该超多车吧？没车，大家都往南部去。哦。超爽。那你在干嘛？我在台北啊。啊，在干嘛？开台啊！没干嘛，就做平常那些事情。对啊，这几天好多人开台啊，我开台都没有人看。你屁！我还是退出实况圈。开台很多，你开台很多人看，好不好？没有，我开真的没什么。你开台没人看的话，那我怎么办？你做别的事情很多人看啊。什么事？你出写真集有人买啊？对啊，我出写真集会有人买。我就刚刚说了，我出写真集应该只有警察局会买吧？先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有当物证哦啊，麻烦这边签一下。哎，你们两个出写真集，我一定买100本。100本哦，出了，为了100本出101本，刷101本，剩下给我自己留，烂死了，先赚再说。那一本你想卖多少？那你们都在开台，
你也蛮常开台这几天？没有，这几天完全没开台，一台都没开。对啊，我都在工作，没办法开啊。我都在开工单，我也都在工作，然后很多文章，所以都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开这样。哎、欸，我有看到你去那个啊，去西门町实况不是吗？还是那是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吧。哦，我有看到。对啊，那上个礼拜啊。对啊，还有八波也在嘛。哇、啊，对啊，八波也在。谁是八波、啊？八波是一个很会玩旅游大亨的一个 小男生，超猛。他几岁啊？八岁。他小五而已吧。小十一岁。他好像说他十一岁， uh-huh. 很屌。他猛，而且他讲到张立伟的。立伟是谁？他讲到张，因为他有一个工会。对，他在旅游大亨里面有一个工会。然后像立伟，很像立伟。然后我们就说，哎、欸，你要宣传一下你的工会。然后他讲，我们这个工会哈，要收战斗力多少多少，那欢迎大家来加入。只要联络我或是副会长都可以。对，然后他会说，比如说他看你的角色，然后他说：“我跟你说，你等下就会怎么输全中，超强的一个小男生，超猛，他一定以后会炒房、啊。”而且我上一次不会、啊我上一次去吃凉子的时候，我那工作人员就说：“哎、欸，今天那个什么什么八波会来吗？”然后我说：“嗯，是上那个小男生吗？”他说：“对啊。”然后说：“他有来吗？”他说：“有啊，而且还穿跟上次一样的外套，已经是制服了。”超猛的，跟游戏一样，小男生啊。对啊，专注力比较好。耳机是一直在跟你讲话是是，耳机没有在跟我讲，但耳机一直要掉，因为那耳机真的不好戴、哦，超级不好戴的。罗百吉，真的罗百吉耶。罗百吉没有。如果 DJ 让你嗨，就把右手举起来，就用右手举起，右手举起，右手举起来。好帅。苏伟，苏伟，苏伟，苏伟在哪里呀、啊？苏伟，苏伟，苏伟，苏伟在这里呀、啊！苏伟，苏伟，苏伟，苏伟在哪里呀、啊？要不要继续啊？烦死了，很累，口水喷出来。聊聊大家对儿童节的印象。很久了、欸。你们国小的时候，儿童节会学校会送东西吗？我们会送餐盒。对，我们学校也是送餐盒。可是六蛋说他们学校都是送那种超烂的马克杯。我忘记了、欸。我没有，我是送餐盒、欸。我们学校也是送餐盒，就是一个餐盒，然后有饼干跟一些面包，然后还有一罐那个果汁牛奶。那个不是营养早餐吗？类似啊。没有，营养早餐是你要订餐，而且营养早餐只有一个面包跟一瓶牛奶，它是一个餐盒，你也是送餐盒。我们学校也是送餐盒，而且那餐盒超好吃的。真的、哦？我觉得还好啦。我们学校的超，我记得那超好吃，而且他们都会送那个酥皮的那种蛋糕，有没有？哦，对，我超好吃哎、欸！是哦，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满满的塑化剂。可是小时候觉得，超爽的。对啊，我小时候在那边，然后都跟隔壁的女生拿，就他们都不吃，然后都给我，然后就带四五盒回家。对，超爽的，很多人都不要啊。对啊，很多人都不吃啊，很多人都只喝里面的果汁牛奶。对，而且果汁牛奶很酸。对啊，就是那种小小罐正方形，对，然后绿色包装，看起来那个时候3块钱一瓶，对啊，超真的、哦、超难喝，对，超难喝。然后有时候还有蛋挞，有一次有蛋挞，然后全班疯掉。你讲的很像我去主持记者会的时候，然后厂商没有时间订便当，就会给我一个餐盒，里面就是像你，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小朋友拿那个多开心吗？上面还有四月是儿童节快乐，对。有啊，我们中正国小祝各位同学四月四号儿童节快乐。对啊，就哦好爽哦、喔，然后超爽不要的，然后很长，比如说我们班45个人，然后他们就直接发50个这样，然后剩下5个老师就会收起来，因为老师可能就会就是因为老师可能知道哪一些同学家里可能经济状况比较不好，他可能就会多给他带一盒这样，但我们班刚好没有，就被你带走，全部被我拿走，对。就是下课都跑去跟老师说我想要带一个面包回家吃，他说、哦、真的吗？啊好啊，那就5盒全部给你。老师就说啊这样，5盒全部都在，哇，好容易，全部带回家，超爽的。你知道送一个小朋友吗？没有，因为他其实就是多的，他等于是多的是给老师、给班导啊，然后给什么比较好的兼任老师什么之类的、啊，对啊，他其实全部人都会有。然后我们老师就他就放在那边这样。对、啊。然后他通常就是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是家里比较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嗯，可是他就是刚好那天没来。然后老师就留他的，然后多留一盒这样，然后剩下我就全部带走。你真的是很低级，好爽、欸！我有吃完呐、啊，对啊，这么好低级。这小朋友没有吃完，他已经全部现在变成我的养分，应该是拉掉了吧？我还来喂狗哎、欸，很好。对啊，你小朋友留到现在都已经怎样？苏伟，你要把帽子脱掉。好，你知道我刚刚怎么帮我们今天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的，就是是经济部的一个新人这样，然后我就说，哎、欸，你看外面那个，因为你刚刚在玩监狱嘛，我说外面那个他就是实况主界的金城武，
不要看他胖胖的哦。不要看我胖胖的哦。我真的胖胖的哦。这样子是不是我穿这外套干嘛？就是遮住肥肉。然后呢，让你介绍他怎么介绍？我说他就是因为我一直突然想不起来，因为他一直说要举例台湾的艺人，我就说可能就像演艺圈的碰哥、碰哥啊、瓜哥的等级。就是我年纪方面是我要说的是差不多巨星的等级，就是是一哥，是一哥某一个领域的一哥，不管是碰哥是碰碰恰恰，就是一哥啊，就是在最前线的啊。那我为大家介绍实况界的谢杰林，就是谢杰林而已，这就是谢杰林而已。OK， 我们刚才讨论开头没有人，因为你跨足两区，你最棒，我最棒，最棒，哇，你是一个劈腿王，一脚踩一边。好说啊！哦，我跟你们讲，今天鸟屎在路上被我跟经纪人遇到，他带了一个女生在身边，然后从远方走过来，然后我又不好意思问他说他是谁，以免人家觉得我在吃醋。然后后来我们就在那坐电梯的时候讨论说，哎，你猜那个鸟屎刚才带那个漂亮的妹啊是谁？然后我的经纪人说炮友吧。然后后来我就赶快跑上来，然后就。卤蛋说：“卤蛋，我跟你说，刚才鸟屎身旁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呢、欸，你猜是谁？”他就说：“炮友吧。”请问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呢？你告诉我一下。你的个性太浮夸了、嗯，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有炮友。没有，真的很渴望有炮友。每人生日许愿的时候，许三个，第一个就是、啊、希望有炮友，啊、第二个、啊、希望有炮友，然后第三个、嗯、希望有炮友。哇，你真的没有啊？他是来找那个啦，工作人员，他是之前来上过卤蛋的节目，然后他刚好在附近，他好像有上过礼拜一啊，好像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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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而且那天是礼拜一，你刚好不在之类的，因为我记得有糖糖还是谁的，对啊，糖糖还是小巧巧之类的，然后还有小仙之类的，然后还有叶之类的，反正全部人，反正除了我们之外，应该都在那里。都在，然后上过卤蛋的节目，然后刚好在楼下遇到，然后因为他不敢自己上来，因为他不是这边的人啊、嗯、所以他就刚好遇到我，然后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说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上来、嗯、然后就跟我一起上来这样、嗯、长得很漂亮啊，嘿，有炮友的话我还来上节目啊，会啊，怎样，不然是怎样，不然是怎样，不然没有，有炮友不然怎样，有炮友我就啊啊哎、欸怎么样嘛？啊，就这个想不出来是？嗯，想不太到。王建宇，哈啊！好，马上看一下下一个那个刚刚讨论完炮友，现在就要讲说热狗就是要这样做的哦。来看一下影片，这次没有开玩笑了，可以真的可以播了。太久了，太久了。这怎样？热狗是什么？几公斤？这超大哎、欸！展示他们操作技术，他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怪手的广告，应该是他们那个吧，对，因为他应该在标榜他可以超级精密的，应该是这间公司，哦，对，就是他们这个什么起重机公司，因为一般来讲这种机器如果真的去夹面包什么，应该一夹要烂了，对啊，就烂了，可是他可以夹得这么轻，这么精准，对啊，标榜他的那个巧克力酱，哇，什么洋葱，哦，好饿哦。你又不吃今天的饭，我不想，我懒得把它拆开，我觉得太湿了，我觉得会把桌子弄脏脏的。哇，错了，弄脏脏就讲叠字是怎样？哇，你是说我说弄脏脏的？哦，精准的给他咬一口。对啊，这应该是这个起重机那个公司的广告。Hotdogs， 它应该是起重机的广告吧？那一间公司的广告吧？对啊，那个是应该那个类似建设的，对啊，对啊，对啊，的。车子之类的，那他们很猛啊，他们很会操作之类的，很厉害。他所以他到底是在秀他的操作，还是秀他机器？秀操作，机器可以很轻，我觉得秀操作，因为你机器怎么样，就是要以操作为主。可是他那种机器一起来应该爆了。对啊，他很，所以他应该也是超精密的。对啊，还要去想办法弄到刚刚好。神经病。好了，下一个每年一定要的愚人节系列影片，第一个奥迪汽车颜文字头灯技术时装，看一下影片。嗨，哇，香麦。刚看到他第一次新型的 SVR， New Audi A4 がこの春さらなる革新を起こす。Audi Matrix 顔文字 LED ヘッドライト登場。ステアリングを握る
あなたの健康状態や気分を顔文字でヘッドライトに表現する新しいライティング技術ヘッドライトにアクティブドライバーコンディションインディケーター機能を搭載ドライバーが正常な時はノーマルモードが点灯あなたの心理を表すかのような顔文字で周囲に安心感を与えます万が一あなたの気分が落ち込んでいる時や健康状態に異常が検知された場合はダルモードにさらに LED リア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ライトにアクティブグラチュードアシストリア機能を追加可能高速道路の合流や車線変更時道を譲ってくれた相手に感謝の気持ちをエモーショナルに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アウディマトリックス顔文字 LED ヘッドライト私たちの理想がまた一つここにここに虽然是愚人节的影片，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可能做得出来的。早知道我根本没看到它是什么。它就是头灯有颜文字啊。哦，就是头灯。头灯然后变。可我觉得应该做得出来吧。做得出来吧。对啊，虽然是愚人节，搞不好哪一天他就真的把它做出来了。不是啊，就是现在就做得出来吧，我觉得。可是应该没有人会要吧？因为就是没人会要。应该还是会有人买了，可是真的买得起奥迪的人应该不会去。不会用的，因为它可能照明度还是应该是说用在其他车子上面啦。对啊，用在其他车，我觉得那五六十万的便宜车，怎么样？现在瞧不起五六十万的便宜车是吗？对。可是我要买，应该是买不到。昨天我遇到九妹，然后我们同时工作结束，就刚好都停在同一停车场这样子，然后我就要去牵车，然后就跟他遇到了，就一起去付车票钱，然后后来我就上车，然后上车之后，我就看到九妹这样看了我一下，他就这样拜，然后就走掉，然后我就去牵车，然后就发现他停我隔壁，还开修旅车，重点是宾士，然后这样呜呜呜呜，马上。邀请他成为炮友送出炮友邀请送出炮友欢迎你连男的都可以谢杰林邀请您成为炮友同意拒绝然后旁边等他炮友列表今天去住谁家好了打开炮友列表、欸、炮友选择英雄中变英雄联盟好下一个乐桃航空新机型日本五十号看一下影片这个应该一看就是愚人节的这个就太扯了 Peach ピーチは海外から日本にお越しのお客様に機内から日本の良さを体感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企画開発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本日その飛行機を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空飛ぶ和室サムライ号ですサムライ这个真的超扯では早速機内をご紹介しますサムライ飛行機よ座席は全て超白痴全面的な大空間機内ではもちろん正座スタイル足がしびれた方には座布団を有料で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正座が苦手な方のために機内中央座席はリゴダックのプレミアム仕様プレミアム仕様大家都買過這個座席2列には足湯ゾーン還可以這樣太扯了お手洗いは世界初和式トイレを採用不是的客室乗務員が着物で皆様をお出迎えいたしますもちろん侍号の機長は侍です機内では有料の抹茶のサービスをご用意高度1万メートルでの一杯が最高ですその他機内では和を感じるイベントが盛りだくさんです皆様のご登場を心より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おおきに这个一看就是愚人节的啦对啊超级可是也是不错的宣传嗯也是还蛮不错不过
Peach 应该蛮多人都，你去日本做 Peach 吗？没有，没做过。真的假的？还没做过。Peach 是廉价航空，廉价航空 对啊，我记得是廉航。我还没做过廉航。我还没做过。我也沒有，我做过廉价航空，我说我还没有做过这一家。不过 Peach 在近几年在去日本廉航好像还蛮多人做的。他算是前三名吧？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而且我看他的机票还是真的是挺便宜的。便宜的，就是。你哥应该就是吧？你哥不是有做廉价航空去日本玩？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没有那么熟。我个人七月是要去欧洲了，但是坐荷兰皇家航空。荷兰皇家，你要去玩吗？对，你要去找炮友。找炮友，我如果在欧洲都有炮友的话，永和我会找不到炮友。不一定啊，是不是？可能去欧洲想办法认识一个吧。你一个人去吗？认识一个，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可是我们会分开行动，就我们只是一起过去，然后就分开行动这样，住一起，因为找到很便宜的机票。那你会去荷兰？Of course，当然是要去荷兰，对不对？当地看一下郁金香的啦，是不是？是一定要的，几根牛奶的，对不对？那吃个荷兰的松饼啦，是不是？对啊。开什么玩笑啊！红灯区收了吗？收了。I don't know，反正台湾有红灯区啊，没关系啊。台湾只是不叫红灯区而已。观光景点。台湾的红灯区也是观光景点啊。可台湾是那个一拉起来就可以看他们在里面吗？不是吧？搞不好有。有吗？真的搞不好有，搞不好有啊，搞不好有啊。是哦。你知道台湾的红灯区叫什么名字吗？叫林森北路。跟我想的一样。我以为是叫万华，万华，万华不是也有吗？对呀、啊，万华，万华也有，有啊、万华是哪一个？哦哦那个万华，我只知道万华有蛇汤，我知道，华西街嘛，对啊，就在那个啊，就庙旁边嘛，那边叫什么？龙山寺旁边，龙山寺旁边，对对，龙山寺旁边，那个叫卡边呀，都是辣阿姨。哦，是阿姨。哎呦，那看来我该去一趟万华喽啊！所以龙山寺隔壁啊，很好找。最喜欢阿姨了，就是那个下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会卖吃的，下午开始卖 A 片，晚上就开始，哇，好全方位。你好熟悉啊，你是在那边打工啊？复合式酒吧的概念，早上卖早餐，下午卖咖啡，晚上是不是就是一样的感觉？定时，然后凌晨卖酒，累了可以去旁边拜个拜，祈求阿姨。哇，怎么想都是划算。你要拜24小时是不是？稳的，稳的，真是的。好，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保持安全。我们节目上都是开玩笑，各位可以不要。我们节目上都是开玩笑，大家不要那个。真的。找到再来联络我们。不要去乱，不要在那边说是，谢铁林教我的。谢铁林其他很多地方很好的地方，你怎么不学啊？对啊。学坏的啊？你看他都每天都喝咖啡。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棒。不要怪别人，好不好？是不是？谢铁林长这样，他已经很难过了。OK。不要难过 ，OK 的。Okay 真的，我妈小时候都骗我说不是，她不是，我不是她亲生。我那天才跟我妈聊天，跟我妈吃饭，我聊了，然后就聊到麦卡菲，她说：“那你最近是不是很少去啊？”我说：“对啊，就太忙了，很少去。”然后她说：“那我们就在聊这几个人啊，这样。”然后就说：“你这个杰林真的是蛮厉害的。”我说：“对啊，对啊，他真的很厉害，反应很快。”她说：“可是他跟一些比较年轻人站在一起，真的就看出来他真的有一点年纪。”然后我就对啊，对啊，对啊。阿姨，阿姨，你有什么事吗？阿姨，没有。他说你还是我很照顾你儿子。他说你还是很棒。他说你还是很棒。他只是说你，然后可是我帮你讲话比较老练。我说拜托，他年纪已经很大，他现在这样已经很棒了。你帮我讲话，真的，我帮你讲话，我有帮你讲话。阿姨帮你介绍另外年纪比我大的康妮，就是比较康妮年纪比你大。我倒没说。我的网友告诉我，网友告诉我的，我不知道。没关系啊，你们俩，看起来都是童颜，没有关系。童颜啊，反正我没有嫁给你，管你妈说什么啊！哎呦，下面你心结。哎，来面部拦网哥挑战白球面，我们看一下影片哦。这个还蛮好笑的，我有看过。而且我一开始看到的是真的。Wasting no other pearl! Oh! Oh! Let's go! Welcome to the heavyweight bout between Sterling
lying ill. He looks as though he could be praying. The peaceful visage of head trauma. We are all witnesses. Testify. Let us feast on the sweet nectar of instant replay. Wonderful savior, just complete sacrifice. The ball flies right past the blockers, into Stelly's awaiting face, back over the net, and then right back to Stelly's face like an obese homing pigeon. That man will leave this court today knowing he gave everything he could, if he leaves it all. The crowd is now on their feet. Like mythical Atlas who bor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upon his back, so too has Scott Sterling bore this team upon his face. Yale has come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is looking to put this one into the history books. That's point for Yale. Did Carolina finally push one through Sterling? Brown Sterling! Did you see that? Here comes a spike straight to the man! The man! The legend! His teammates help him to his feet. No! They raise him heavenward! People are weeping! Here's a job! The tweets are tweeting! Hashtag Scott Sterling! The hospitals are preparing to receive the man himself! The 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 The Great Wall of Sterling! I'll tell you one thing, when Armageddon comes, I want to be in a bunker made of that man's face! Until next time, good night everyone! Okay. 好了，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要怎么接梗哈，你可以出来一下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你的衣服吗？我想说他们吓一跳啊，我有一种超进化的感觉。好嘛，那不好意思啊，刚路上遇到两万个阿伯要过马路啊。你要去偷阿美的皮包了啊？脚好痛。好啊，哎，聊到哪里了？不好意思，聊到就是先把衣服换光了，会冷是不是？我要遮肉。你刚才说衣服是男生的，对啊，我也是，而且我现在已经遮不住了。你不是有在运动游泳？可是其实现在运动会变，瞬间快90公斤嘞、啊！真的，你好神奇。刚开始运动真的会变重，因为我也是这样。我连假然后回家两个人，89.7。因为去游泳的时候都一直88.7，你是都喝水，一直喝游泳池的水。就想说好身材不到地，多喝点喝。把它喝掉。讲到哪一个？我们讲到那个影片啊，我们讲到蛮前面的。哦，是吗？还刚开始。对啊，刚刚因为我们前面聊很多废话，你也知道。好像上班感觉好像上了很久，看手表才过5分钟。没错嘞。辛苦的工作。没错。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加到我们通告费，一次是600万。好了，你讲到哪里？我们讲到下一个是赛车场，挑战排球篇的下面，车祸中最扯的状况。下一个。我的那个眼皮贴，哇塞！看啊。赛车场。关什么安静？对啊，对啊。哎呦，我要。哇，这是一个，哇塞，都有会。哎、欸，喂，陈夏来呀，你也太好了吧？干嘛、啊？干嘛、啊？调情啊？告白嘞？啥意思？直接骑上去。喂，就是这一台啊，好气哦，门还打不开，怎么开？气死！不过这个应该是车祸里面比较好的，比较安全，很容易出个车祸，就这种还蛮恐怖的，开门开看车直接掉下来这样。对啊，还是他在里面，然后就看到那个钣金越来越凹，越凹下去。然后觉得那种点赞的感觉，不可能。这些车都很轻，哦，对，里面东西都挖掉。对啊，开起来只有3公斤。他们那种车子里面都会装那种防滚笼，就是很坚固啦，你不会被压扁，但车子很轻。嗯，后面的难怪他们那么容易飘走。对啊，就对啊。所以以前红白机的车子很容易被撞飞。也是很真实，很真实，很真实，真的，人家都分不清楚现实还是电玩，太真实，啪啪啪就飞走。好，
下一个什么？腹胀帅气，纸牌高手秀地卡必杀技，空中飘飞。脸臭个屁！我觉得这音乐超好听。昆仑浮游，他脸真的好臭。而且他长得很像小孩，我觉得他长得很像美国那种搞笑短片会出现那种严肃的，但是又搞笑的，对，有点像小孩，对啊，很像小孩。笑起来超像小兰，哈哈哈哈哈！还蛮帅，对啊，很帅啊，各位看。打开不见，我打开变一半，还大力啦！哎，拿一张200万账单出来，花掉，直接刷爆，已经刷爆了，超快，刷爆掉，手机狂震。像说，请各位秀一下本大爷刷卡很帅气，这是什么意思啊？本大爷刷卡就是哦，我们要来刷是不是？哦，来，我们要刷卡。刷卡就是小朋友，刷卡打密码领先。朋友坐在前面写功课，刷卡刷卡，刷卡有刷卡打密码领先。你看，你手很臭。你可以不用伸进去好吗？太酷！我要挑战。哎呦，有！哎呦，厉害哦，厉害哦！为什么你感觉屎快炸出来？干嘛？你在干嘛？不要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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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抱歉，这里可以刷卡吗？对，谢谢。超有礼貌，帅气，礼貌就是帅气。我帅气的刷卡方式就是，抱歉，这里可以刷卡吗？可以哦，然后打电话，马上过来说我要刷你的卡。因为我自己没有在金融卡，我是金融卡，不止有礼貌，还孝顺。然后，马上我这个话说，刷 KK Bus， 用你的副卡刷 KK Bus 会有150的账单，再把账单寄给我。150这种寄啊？对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办信用卡，所以我都用妈付。我也没有信用卡哎，但是我不刷啦，我不刷，我刷的话，我就跟我妈讲，然后就跟她交，就是发把账单留着，然后我看有时间的话，我一口气卖掉了呢。所以你刚刚打电话给你妈妈的内容，全部都没听到。真的哎，恶心。那之后，可是实际上之后再打一次。实际上，金融卡可以做信用卡功能了，只是你要可以开有那种Visa金融啊，对，你要开通。我就是用Visa金融啊，对啊，但是我不用信用卡。信用卡，因为我觉得可以用Visa金融就好了，因为我需要的功能只有那些。对啊，对啊。可是其实信用卡也最主要就是买，对不对？App 啊，对啊，直接买 App 用啊，宽币刷吗？不要刷，我不会啊。刷下去薪资变两倍哦。我不会啊。噔噔，刷了刷了，什么地方刷？为什么刷？嘴巴这么游戏？对啊，嘴巴。你刚刚也是啊，不止我。我哪有？你有，你刚刚还下巴还吐。我再一次，怎么可能？你是魏明哥吗？要不然你看卤蛋会不会有嘛？
既然大家都这样讲了，当然是不会有啊。这样就好了、啊，是有多困难？金融也是可以刷卡的，对啊，刷卡结账可以，只要你里面有钱就可以刷卡。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信用卡是里面没钱也可以刷卡，但是要信用卡等于是借贷。对啊，里面就会负债啊。对啊，真的。所以其实办 Visa 金融就好了嘛，如果你不是其实是啊，没有自制力的人。可是有一些状况，我有自制力啊，可是我想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不会把。我不会到预支，我根本就不会用到预支，所以很麻烦。对啊，对啊，对不对？可是那这样子，信用卡跟 Visa 信用卡差在哪里？就是信用卡的福利会比较多，因为你要缴的卡费之类的。对，他会说哦，你刷这个什么干嘛干嘛，还有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什么红包，看电影也可以刷。哎，用我们这个卡，你只要刷怎么干嘛干嘛，那是因为你刷你就有手续费，而且你要缴卡费。对啊，除非你是可以每个月都是全部都还，就可以办信用卡。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啊、里程数换东西的、啊，对啊，像我很多朋友都是用刷卡换他的那个里程，用里程数去换那个机票啊。对啊，就很方便。反正我秉持赚多少花多少啦，错。反正我秉持就是每个礼拜买三张乐透，看有没有一天能中啊。好好好，中的话我就什么都付现了啊，买房子也付现了，好爽啊！真的好厉害啊！买房子也付现，自保住的，不好意思啊。然后三口，好想推来那种打开，这是我们家产的世家。不是我身旁就有人买房子，真的是全部用现金，而且是买台北市的房子。哇靠！而且那个人你们也应该认识，但我不方便在节目上说，是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女生，是一个，我是说你们会认识，说她很红。哦，我们知道这个人，她不认识我们。他不认识你们，可是你们应该会知道他是谁。那就蛮正常的啦。那就蛮正常的。厉害，他就跟他说：“我帮我家小白买了一栋狗屋，12万，好贵。”可是，其实如果不是，哦，你说他是只用现金付，直接拿全部现金，对，拿现金啊，一口气要付完全部啊，没有再跟你什么头期款的、房贷的都不要了。那也是可以用汇的吧？对啊，没有汇的好像也很麻烦呢，就钱比较多的话，对，而且你要有那种，他怎么这里有金库啊？哦，对，打开里面全部都是家里盛产的世家，打开点世家的，都是世家。把是要打开里面还有一排枪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有枪啊？原来是恐怖分子哦！世家太重要，用枪保护。好吃世家哦，哎，世家为什么？世家哪会那么好吃啊？只是那个兔子很烦而已。世家很恶啊，就软绵绵的。世家很好吃，它的口感呐。那你不要放那么熟啊。对啊，生的是不是？不行，吃生可以，可以啊，可就很涩。太熟会的确会很恶心。生的世家就很涩啊，太熟会很恶心啊。对，我吃的那个就是跟那个婴儿一样。那你就那种，就是已经放到一拿起来就已经烂掉了，对不对？就是说，哎，来吃世家了，就哇，就全部掉下来，那就是已经坏，那就是越南大战里面那种大跑出水果，太久没吃了，水果现在吃完只有十分的那种。哎，出了快手的。超软，难怪会觉得它恶心。那你觉得榴莲很恶吗？我因为榴莲其实有暖暖的、啊，我超喜欢吃榴莲，有点它很像，它有点像煮好的洋葱的感觉。哦，对啊，对啊，口感很像啊，口感像啊。洋葱煮完也会烂掉。我觉得还好哎、欸，可是你觉得世家很恶心？世家已经会流啦，那就放太久啊！啊，不要讨论这个。你放苹果放很久，它也会流啊。哎，会吗？你放个两年，你就放两年，放久放太久，晚上看它会流。都不吃，流泪。那苹果放久，一拿起来，轻轻一捏，就什么化为粉碎。搞什么？神经病！杀戮之刀。下一个，下一个。PS 四的那个人王。期间限定体验版，4月26日开放下载，看一下影片。谁呀？人王是谁呀？我不知道人王。就很久以前的一款 PS 二的游戏，王人服，好坏哦，他的粉丝要骂我们，真的，懂装懂，要被人服粉干爆，那现在是被人服，听不听讲是忍者外传，对对对，那一件公主，哎呦，有一种会很难的感觉，有一种巫师融合和大鬼，好像日本的那个啊，他的前作没玩过，霓虹，
好像五年前就有说要那个超高冲啊，五年前就说要做那个哦，他是日本版，哎呦，这个已经头晕了，这已经头晕，有一种巫师融合鬼舞者跟黑暗灵魂的鬼舞者吧，就是鬼舞者吧，是吗？就鬼舞者，他就比较爽快，他没吸魂了，然后两个嗡，就吸到手里，然后这可能比较高是在点吸到手机里，哎呦，不要再吸到手里，再高在点吸到努力撒金融卡里。觉得这样打人超没效率的，超近。不会，可是其实武术有打这边这样子打，有啊，因为打耳朵就就可以。我知道，可是这样子你不觉得距离很近吗？就是你要超近的，都快接吻了。可是力道很大。对啊，而且瞬间那个晕眩吧。这样其他力道很不大吧？看训练方式。你看你在那个。你在健身房练那个，你不觉得超那个的吗？可是健身房练那个是练这个啊。要是你健高强，就是胸肌要那个啊。那你就胸肌把它练到一公尺啊，那你打不到那个人，打自己的胸肌啊。好累，谁打我不如自己打自己不如。好累，睡个觉好了。太高了吧？这是欧美皮肤还做的。啊，不好意思，双层的沙朗在这边啊，谢谢。屁啦，太差了。哎呀，我擦到自己肉，刺太深，哎，用剑剑有刺，不懂哎，还可以做那种超小模型的，因为就在前面，超级，科米雕，科米，然后跟喜欢的人喝同一杯饮料，放在那边，哇，那个人还要爬到他的胸肌那边，对不对？很累嘞，哎，那去那种银行那种柜台，超高，然后你胸肌还要再摆上去。不好意思，我要补车。好，不好意思，我要补车。没有，他用一个那种潜水艇的 L 型镜在身上去，还有一个镜子這樣。不好意思，我要补车。然后他就收你的号码来补车，外面那个机器就可以了。拍谁拍谁，大家走。抱着头。你要抱着哪？就胸肌。好，我就胸部了。坐下来，放在这边。你想不长一块是吧？垮下来了，好不好？你根本没终于补完了，快出去！你这根本是兄弟，你这是一篮世家吧？又是世家，快报就哎，留下来了。哦，人王就这样被我们带过去了，真的哦，不好意思哦，人王，那个你出来说，你出来再说。那个他说，请各位聊聊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夜游，夜游网页游戏，我也很少玩网页游戏，对啊，都是 web game 啊。网页游戏最一开始其实应该算是日本比较流行，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电脑都超烂，我说硬体上，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打电动就电视游乐器，然后电脑就是逛逛讨论区，收收 email， 打一打文件。那有些人想说玩一些游戏，那就会变成网页上面的文字的游戏，就是选它打它。然后就啊，攻击多少干嘛？就挑一些文字这样。那个时候就开始，那种时候的网页游戏是蛮好玩的。我印象有点像在看小说。对，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诸神黄昏》吧。哦，就是还是用 DOS 玩的。对，是吗？旧的网页啊，就不是 DOS。哦，对，那也蛮旧的，很久。就是你是什么，你等级多少，你力量多少，全部都是字这样，偶尔有一两张图这样。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箱子，要把它打开吗 ？N 跟 Y 这样，然后打 Y 就把它打开。你死了 ，you 对啊，没有就是那样子。然后网页夜游比较开心农场算夜游吗？算，其实也算，对不对？其实也算。那种就是后来就是那种社群游戏，嗯，因为夜游它会叫夜游，一方面是因为它要网路嘛，嗯，它不是给你下来在电脑里面玩。二方面就是迎新宿营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办。不是那个夜游，想跟喜欢女生牵手的，想跟喜欢女生讲，还跟学长，等下在那边吓他，然后学长什么时候就自己吓到的，吓到，他说，我觉得这边怪怪的，自己吓到，然后旁边人，怪兽好高哦，怎么方便跟你
你同一组，是不是有人在笑我们？然后朋友说 ，Yeah， 胸肌变超大，又来了，哇，人又出现了，这个不到底什么攻击法？好威吓吧？我记得，很多很多现在很有名的那种手机游戏，就是社群游戏，其实是网页游戏，网页游戏变化过来的。像其实比如说那个有一些现在那种经营的有没有，就是啊要盖城要等，然后会打来打去的那种，就最近不是很多手游那样很红嘛？其实最早以前最红是网页游戏，它那个就是全世界在玩的，然后那个一玩大概就是一年，就是它是有可以玩很久，它是有那个就是会有输赢的，一场会有输赢的，可它一场大概会玩到可能会玩到一年，就是时间非常长，然后是真的会花超多功夫下去，就是他们会玩的人是在进去之前就说哦，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我们会找比如说100个人来玩，我们要100个人要有一个计划，要分工合作。那样才有可能会拿到就是第一名之类的，就很夸张那样子。可是现在就会变得把那些游戏弄得比较规模更小了，然后就比较独立一点，然后大家都自己玩上手机就可以。不然没朋友，人要怎么玩100人的游戏？交朋友啊，买100台电脑，交朋友。那个时候没朋友，那个时候没朋友的人都是天真的，还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够了那样。那应该可以吧？一次被打就被10个人一起打，怎么那么强？对啊，就是很夸张。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蛮。那时候其实夜游都非常的伤身体，因为它一定是用时间来控制你，那你要强，你就是24小时都要去花时间，对，像 Facebook 出来之后，那个社群游戏，那个比如说那个餐城，哦，餐城以前我们也玩，对啊，那时候我也玩很凶，那时候不是员工会累要喂水干嘛，我都是晚上设闹钟起来，真的假的？真的，我那时候玩很凶，就是网页开的，然后晚上就。我也是啊，有人渴了，然后赶快给他们喝水。我也是设闹钟起来喂，真的。而且我们还排那个餐厅的路线，这样就让那个客人在里面很久。然后就会收益的，很夸张。我们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大一吧，刚升大一那个暑假，然后我们跟一群朋友去高雄，然后一进到网咖，电脑一打开就哇，这里电脑可以用了，开餐城。哈哈哈哈哈！做了一个半小时，还没有手游，然后就会很想要赶快到处有地方有电脑，就开网页、开我 Facebook， 登餐层进去喂他们喝水，这样不然他们脸都发紫。对啊，哇，一群低能餐工员工哎。对啊，但是现在夜游就比较少，就是因为手游发起啊。对，手游起来，大家会想要无时无刻的玩的话，那就是手游最方便了。不过现在夜游都。就是夜游最近几年又开始崛起了，对啊，对，而且开始有一种就是境界越来越高的，对，因为现在电脑都越来越好，对，然后网页还有就是你的硬体啦，你的硬体已经可以及时的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它在网页上面就可以呈现。现在还有一些手游就是同时跟 Web Game 做联系，对，就是你在手机上面在电脑上面同时都可以玩，就是用浏览器就可以，对，是的，真的很厉害耶。好，我们有一个，既然讲到超越了，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超越字卡了。超越什么字卡？我也不知道超越字卡是什么东西，一定是英文门的东西。对，你看我就知道。我有鸟屎，超越鸟屎。最左边，最左边那个还在大学的时候。哪有？你好青涩。是去年。应该是现在了吧？他那个背带，他那个背带很眼熟啊。对啊。就那个猫的什么？哦，左边是去年的啦。奇怪，怎么去年还这么青涩？然后。中间也是去年，右边也是去年，而且右边还是九月，中间是十月，八月更晚，它不是十月号吗？哦，八月第十开，八月，哦，看到了8月2015。不过我最胖的时期，这三张最胖的是中间的，哦，对啊，不过衣服不是右边的，胸部都长出来了，没有右边那个这样画，中间那个是胸毛啊，到底胸毛长得好乳沟 ，OK， 哦，真的很漂亮哎，我是觉得还好啦。你超普通，你没变。哎，真的。左边是比较久以前。左边对，左边看起来比较老，比较我以前比较。左边的妆比较以前，对，比较因为以前的妆古早妆，现在超不爱的。哦，你现在对，我现在都不戴了。喂，谢谢大家，这个没有关系吧？这个就没有关系，这个就不是我了吧？这是那个画师吧？对啊，这画师在半年内超进化，还不错。哎，真的哎，真的。这跟我没有关联，真的是会师超进化，真的哎，就点醒他，这是对的。刘禅是什么？看一下刘禅。哎呦，
不好意思，我倒是觉得没做。其实右边那张更胖，右边的时候更胖。而且其实这两张我觉得没差多少。我也觉得没差。对啊，可是年还是有差。但是我刚那个左边是我刚认识六探的时候，那时候在玩那个泼水嘛，渐冻的时候。对，没错。不过你们都没有看过六探最瘦的时期，对不对？有啊，那我们也是玩中二病啊。不过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就是已经发微发福一点。你说你用的那张照片脸超尖的，他那张还是胖的。可是那张，可是那张我已经出国啦。对啊，我已经出国。他最瘦的时候应该就是高中的时候吧？对啊，国三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真的。而且他国中的时候是。应该是他们国中，我刚同学国中，可是他那个时候读那个国中的时候是男女分班嘛，然后他就是宅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宅这个词出现，他就已经是宅了，因为我就是宅啊，他就是那种，他没有办法定义我这种行为，对，他就是那种不吃饭，然后也不干嘛，然后每天花10块买一个肉松面包，然后剩下的钱全部存起来之后去买主机。对，然后每天都是站在走廊上，然后就胖，有点胖胖的，然后戴细细的眼镜，然后没有，国中的时候还有点胖胖的，然后戴着眼镜这样，然后平头，然后肉肉，然后这样看别人，然后一个暑假想象出来，一个暑假后就国三升高，那一个暑假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觉得好像你是突然觉得要改变一下形象，是不是？就是。想要帥一下也没有啊，反正他就突然应该是啊，对，他就那时候比较没有，他就突然觉得要改一下，那时候还是很讨厌女生的时期，瞬间变，瞬间变当时的超级型男，走在时尚的尖端，再前面一点点，那时候很紧接的，还有人跟我说你好像杀人犯哦、喔，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怪的哦、喔，他说你好像你是默默会盯着人家看那一种。我不会盯人家看，他不会盯人家看，可是他不讲话、啊，我根本谁都不想看，好吧？啊、我就看这个方向而已。有朋友吗？有啊，两个还是有，好少啊。有啦，有很蛮多个，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会想要朋友很多的人啊。哦，应该不是说我想交交不到，是我本来就不需要很多朋友。对，他上高中之后就突然配一个，那个时候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但那时候超流行、那种有色的那种眼镜，就有一点微紫色的那种镜片。无边框，对，然后就突然变，有边框突然变超瘦，然后打了耳环，然后抓刺猬头这样，哇，那个时候超流行，哇塞，是啊，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超小，然后我就这样过一个暑假，然后看他就嗯，你是我亲戚吗？你怎么变这样？他就哇，好流行哦，然后瞬间就变成大红人，真的、哦，就高中就大红人，哇，一个超进化哎，真好，校草吗？没到校草，可是已经快了，我觉得。风雨人物，很多人把那种是很多很多朋友那时候就觉得很多朋友是很好，那个时候会觉得，可是好像也还好，就是其实还好啦，我觉得，但是那时候比较好不好？那时候比较爱慕虚荣，还好还好，那种那个岁数应该觉得就还好。反正那时候就突然一个暑假都很超瘦。超瘦，过一个暑假变超胖，就过一个暑假又去出国，然后回来超胖，比现在胖了10倍，超级巨肥，对不对？一个营养失调。可是六探的体质还瘦瘦胖胖蛮快。没，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长一瞬间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吃饭，国中的时候，然后身体就已经坏掉了。我那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会上厕所的，因为吃东西吃太少了。那时候可以，本来住家里还会那种晚上回家吃一点东西，然后后来就是住宿舍啊，然后就自己就没吃饭，因为反正就根本就没有不没有不用回家了啊，对啊，然后就是同学也稀饭不吃，就吃一两口這樣，对啊，所以就是身体就是在那个时期坏掉了，耶，可现在超好的。对，然后现在就想说啊，没有，我觉得你体内应该有一些东西就是不运作上不太正常，就是我把它吃回来，我饿了，把那几年流失养分全部吃回来，再小时候没达到这种买回来，虽然我不玩，真的，就是这只是一个遗憾而已啊，这我跟我朋友讨论过，大家都差不多，真的，所以他其实已经他那个你们那张照片已经不是最瘦，真的，那张照片已经很瘦，可是那时候其实太瘦也没有很好，没有太好有好。中国的体态也不适合，因为我头就很大颗，如果很瘦的话就头就很大颗，很瘦的话就很像 VU 里面的人物，没那么夸张。嘟嘟嘟，头超大，后来讲了几个，在那边推那个雪橇。好了，那个好了，跳的有点快，但是刚刚讲什么什么，你要超越，你要超越，你要是我们讲讲超越。那最近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网页游戏 slogan 是唯有女神超越女神啊、哦，就是
谢谢神，谢谢女神，不是你啦，女神也是我，是女神联盟啦，绝对是我，是林志玲啦，啊，是百吉联盟吧。输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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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呀、啊？输哎！哎呦，我很配合哎、欸啊！我这样动不动是不是不太合群？你真的会被骂爆！你真的会被骂爆！你还学了半天，你才会骂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神联盟二》的影片好了。啊，对对对，因为里面有一个重量级的谁？哎，马上马上弄出来。谁说我是弱者？欸、马云踩他脚了。哈哈，喂。谁说我是弱者？背上长出好多东西。哇，他好多道具。唯有女神。游戏。超越女神。哇，自己讲这样都不害怕。他害臊什么？是厂商要求的。不是厂商这样要求。不过我觉得林志玲讲这些话才。是最没争议的吧？对啊，真的是女神。以前就一直对啊，他一直都是女神，他真的是女神。然后就他自己又很久没代言东西了。对啊，就是电玩的东西，休息而已。几乎都女神一也是他，女神联盟一也是他代言的。哦，是吗？真的、啊？对啊，一直都是他。女神联盟对啊，你看还好是志玲，对啊。如果是谢洁玲的话，对不对？我一个女神超越人，下面就开始骂了。那都几岁了、啊？林志玲不是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的吗？你们现在是霸凌我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霸凌的女生朋友。对啊，对，是没朋友，是没朋友，我们不屑交。对，我们没有时间交，就出去有没有人要吃饭？有没有人要回？出去然后自拍发 Facebook， 我在永和，有人要吃饭吗？然后两个小时后看一个赞。而且是妈妈按的，而且是阿拉伯文的广告账号按赞，然后阿拉伯人就密你，而且打嗨还打 HY， 你也常收到，我常常收到，我常常收到，啊，还有那个黑炭活动，字卡来宣传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女神联盟二麦卡贝独家好看活动，4月10号前于指定 po 文回复玩家资料画面，就会有机会抽到4+300的超值礼包。好，有 QR code 跟活动网址，欢迎大家可以抽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都这么多独家好看？独家好看，过太爽了。哎，还有第二个，哎，3月3，那我想到4月19活动期间内，于 Seven Eleven 超商购买 Gash Point 1000点面膜。面膜嘞，一千点敷面是不是？一千点面膜是除此之女神联盟二超时虚宝免抽级送，哎呦，送直接送，都送都送，送了除了，好不好？直接送。那这个对林志玲有兴趣的，不是？哎，对女神联盟有兴趣的，好不好？你们就可以赶快载，还可以顺便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呀，而且我记得游戏里面好像也有林志玲的角色，应该有吧？没有的话就。就消费的不够，没有啦，就你新生日游戏的，哎，新生日林志玲，然后收到谢洁玲，为什么是他？开心就是啊，奇怪，三啊，谢洁玲是小怪，三星，小怪，好歹要四星啊，一出来一个大神就说，我是四星啊，好，一出来有个大神说，我家儿子被中国的谢洁玲抓走了。然后信主在点击头像释放技能，然后谢姐就跑出来，啊！直接变哥布林的角色，超可怜哦，好凶哦！好了，小六该让行。听说有你的礼物在这里，真的吗？有吗？这个吗？在这里啊 ！High five！ 这个啊，真好意思哎！哇，你都不害臊哎？那好幼稚啊！而且我刚才说，哎，我都要给他们，哎。超幼稚！你会怕橡皮筋吗？这个两个都是我的吗？啊，真的哎，好吧，我先看一下这个好了。好。哦，是生日礼物哎。真的假的？对，我生日快到了。哎，那对耶，是九月啊。4月。是9月17啊。怎样啊？哇，好慷慨啊！送了一堆糖果，但我不吃糖。不会啦，我会把它吃掉。哎、欸，哦，它好像是那个呢，农药。哦，它好像是那种什么老鼠药，超酸糖，樟脑超酸糖。你试试看，我也喜欢吃酸糖。它讲到超酸糖，哎呦，感觉是那种整人的。可是有一个榴莲糖。嗯，这个是什么？它写 great，
Great, Great Monster, Great Monster， 所以 Great Monster 怎么感觉是第一声音？这个啦，这个啦，这是酸到不吃那个，这是你给我吃的。我没有给你吃过那个啊。那你试试看，这个是超酸，你们试试看。我才不要，这是酸到，真的是酸到肾直接坏掉，没有很酸啊，我就辣的。那这个是酸的、啊，你试试看这个。我刚才就吃两个。可是他画的图案很像是有什么？那我吃一个酸的给大家看好了。好花哦、喔，很酸吧？哎、欸，你喝，还有一半。不要。很花、啊，我不敢喝了。哦、不要了。好饿，好酸哦、喔。猴子是不是？哇！罗百吉看到鬼的样子。苏伟，苏伟，苏伟，苏伟在哪里、啊？好酸哦、喔，真的很酸啊、欸。哦，很酸、欸。超酸的。可是里面是甜的。看这个。哦、好，我看一下。哎、欸、哇，真不愧是我的生日，连 Becky 都有礼物。OK， 看一下啊、哦，哎、欸，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吗？就是那个吧，是肉骨茶，对啊，肉骨茶。然后这是咖喱鸡的调理包跟面。Perisa ras lak lak laksa kari kari laksa， 就是泡面 ，OK， 就是泡面，但是它是你的卡片。哦，好。廖师大你好，可能收到包裹时你的生日已经过了，还没啦，九月才到，不过还是祝你生日快乐。袋子装是一些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糖果和料理包，希望可以帮小史厨房有一些新菜色。谢谢大家每次在 LNG 的搞笑还有认真发言，让我在台湾求学期间有你们 VOD 的陪伴，有一小袋希望六碳可以带回去给 Leggy。祝 LNG 的各位一年比一年更好。另外廖师大，我超爱你的，希望有机会进剧场看你的戏。PS 字很丑，请见谅，在马来西亚都学简字。所以可能掺了一些简字安娜，安娜，他是，所以掺了一些简字安娜，安娜，不爽，这么惨啊！不爽，这个吃我肉骨茶面的，这个很好吃，这么惨啊！这个之前我买了一条，对啊，真的，我们是干面，MNG有举办过这个的团购，真的假的？大家都有买。然后也是另外一个口味，谢谢，喷口水，太酸了啊！谢谢，我听到刚刚鸟屎说那个很好吃的观众们，不用再寄给我了，不用再寄给我们了，有点腻。可以寄给，谢谢你。不要不要不要，寄给我，寄给我，抖内给我就好。不要，哇，寄给我，谢谢大家。哇哇哇，又是监狱哎！哇哇，是黑色的。哇塞，那你要不要再录混一个？不是，我跟你讲，而且这个监狱上面有我的名字。真的，你给镜头看呐、啊！我真的看得到吗、欸？我把它打开来，我把它打开。你要试？你哇！哇拽耶！哇塞！下面还有个鸟屎，有没有？下面有鸟屎。下面哎、欸，真的哎、欸，好屌哦、喔！哎、欸，这很帅耶！很帅耶！而且它是纸花的，我看一下它后面写什么。很帅耶！鸟屎你好，我是一名喜欢看 LNG 台的剑客，传说中有一把剑上刻着世上最帅的实况主的名字，字写错了哈，就很刚好的被我找到了。于是我要把这把有着最帅实况主名字，哎、欸，这次字又写对了的剑送给你，希望鸟屎能当场入魂，周周上。那有什么问题？来入魂。好。哎、欸。那把是写六的，入魂失败就啊，剪掉。入魂失败半价卖掉，半价半价卖掉。对啊，入魂失败剪掉。刚刚我是什么？欧洲一周入魂失败，对不对？你现在要干嘛？停音入魂。停音入魂是什么解释？就是把它停在这里，就是失败机机剪掉。好 ，OK。剪机机哦。对啊，帽子有戴，刘海会干扰我。哦，我发功了。你可你打开我的刘海会干扰你？不会了，不要干扰我。你现在头发还有毛哎。周周，周周的剑哈。好啦，半价卖掉，半价卖掉，半价卖掉。来，没有看喊价，来4000，来4000一次，4000两次，8000，8000一次，80002000，23000，23000一次。瘦的卖给那边那位戴眼镜、胡子大大、胖胖的那位啊，23000一次建议，谢谢。那不是威力吗？我还没有入魂完成，我要完成他的那个。什么叫入魂？我都不知道。入魂就是来了，你的，哎、欸，就是你23000啊，谢谢。
什么意思？入魂就是你拿一支星剑月的时候，你要用一个招式，然后成功。哪里给他名字？成功就入魂。哦，失败的话，你只有三次机会，失败的话就要半价卖掉。我不要买剑玉。还好玩，可以当装饰。可能我买一件，我现在使出一下叫做用球打同事，然后就这样。我觉得玩是鼻子打断这样子。入魂成功，还带血嘞，超屌。普通入魂，哎，入魂成功，啊，谢谢周周，哇，这个剑帅，这个一颗。这颗那个材质，对啊，你不觉得很像那个？你们有去过游乐场吗？你们有用过打那个小丑的那个枪？对，那个子弹打到就像，你说打那个小丑的牙齿，对，打那个小丑的牙齿。谢谢，哇，又得到一颗剑玉，好爽啊！屌，哇，你现在家里是军火库哎。对啊，超多剑，超级剑，对。而且我到时候如果我就在想说，如果之后真的成功开餐厅，我就把所有剑玉这样排在墙壁上。如果你真成功开餐厅，我就把我家那些。就是厨余的话，通通堆到你家的，全部都堆到你厨房，全部堆到我厨房之后，我就全部把它倒在容器里面，然后加洋菜冻定型之后切块包装起来送到谢点家给他。为什么送谢点家？又是我在专门招人的。我觉得大家对你都很好哎，干嘛扔这给我？洋菜冻哎，今天都在新庄，可以分一下，还是餐厅开幕的时候请来吃。那不然是综合蔬菜肉冻哦，综合蔬菜骨隔了，这暗包薯条越切掉越多，超多，而且还有糖果包装纸哦，垃圾不要掉厨余里面。好啦，谢谢周周，好来来来，收起来了。哎、欸，有一个那个，哎、欸，我们有新粉丝团嘞，一天到晚在那边创粉丝团，哎，真的，但是还是想请大家点个赞，浪费网费。好啦，电玩节目粉丝团的整合。请大家到麦卡贝 Games 粉丝团点赞哦。所以是现在怎样？电玩相关的会全部跑到游乐 Games 粉丝团发出。可是目前的所有的粉丝团不会收起来，但以后只要跟游戏相关，就会统整在这个麦卡这个 Games 的那个粉丝团里面。那单独节目单独的要 po 什么？就也会 po 一样的东西。也会 po 一样的。然后 Games 的就是狂 po 这样。无聊吧？不会啦，这样你点一个 games 就可以看全部了。对啊，因为可能有些人只是想看 games， 因为你常常有些东西会被隐藏啊。哦，真的？对对对，为什么？可能就哦，你可能一到五都点赞，然后偏偏可能是三的还是五的就突然就漏掉。对啊，点一个对不对？每天打开看一下。你干嘛？你喜欢干嘛？早上半夜开设，疑神疑鬼哦。你是抓小三？不直接开麦卡贝就好奇怪。对啊，直接打麦卡贝卖就有了好吗？电话门打开，然后，哎呦，测风向是不是、啊。有人放屁？谁放屁？这是什么？然后在上面，一个跳起来之后，然后破掉了，说梦话。然后我就把它拿走，第一把结束了。好了啦，大家赶快去按赞哦。哦，好，大家按赞啊、哦！我先按，好，可以进广告了，我先按一下。好，我也按两下。好，那我去吃个饼干。举掉。好，你往外面，往外面。